先看磅秤，木的0.47是篮子的重量，我都已经扣掉篮子了，懂吗？哦 ，OK， 这一尾是北方哦，那就是一斤啦，一斤啦，可以接受吗？多少？300磅？哎，一斤的哈，0.6嘛，0.6公斤一斤，一斤是530嘛，这样，一斤是530，一斤是530，来。 要不要杀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1.85，6.85的56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我都写下去了啊。这礼拜的油袋，白袋没有上礼拜那么大。 没有白的。我一直以为越靠冬天鱼货会越便宜，但后来跟鱼商聊过之后。
越靠冬天，越靠过年，补货会越贵，因为需求量增加，过年大家的需求增加，所以价格就越来越高。所以上礼拜白带油带全天价没抢到，很可惜。这礼拜要恢复市场价。甲油分很多种，所以我也分不太出来。像这种主甲跟这个主甲吗？没试过，我快要分不出来。淘宝的人少了，青鱼跟竹夹应该都是150公斤以内，但是它营养成分很高，然后算是又便宜的鱼种。然后成长周期会比较短。主甲跟青鱼又量大的时候，也许有机会又有天天价。这边抢鱼是不能带尖锐的工具，不然你会被围剿，因为你尖锐工具会伤到鱼体。被淘宝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所以今天看起来没什么。今天慢到的人还有大白带可以拿，大白带大油带可以买，完全不用抢。因为很多人称完重之后不一定会买单。你看这个，
钱会越来越多，但是价格会便宜一下。